母妃，母妃，我是不是生病了？为何我身上会长这种东西啊？红玉，千万记住了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你这块胎记。记住了，是任何人。那父皇和兄弟们也不可以吗？正因为是父皇兄弟们，如果让他们看见了，你就没命了。母妃，这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倒是希望你这一生都不要知道这个事情，否则的话，你会一直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。若想要保命的话，这一生都要警惕。你答应母妃，你发誓。嗯。我可死吗？主人，说吧，皇上是如何处置洛宾的？回禀主人，属下查探得知，皇上并非太后与先皇所生，而是与洛宾私通所生之子，二人在进宫之前便有了一段孽缘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可有证据？此乃洛宾亲口所言，皇上身上有洛氏家族遗传的胎记为证。先前我编排太后与洛宾的谣言，原本只想下招险棋，意在诛心逼走洛宾，没想到竟然歪打正着。如今这流言在宫中疯传，这自古军心难测，皇上与洛宾的关系对我们而言，可以说是物极必反，祸福相依。